7月28日下午，胡杏儿微博晒出一张生活照，并附文：“天气太好了，穿一条阳光一点的裙子。”已怀数月身孕的她，小肚微起，孕效明显。阳光下，胡杏儿身穿蓝白竖条纹抹胸长裙，外搭了一件牛仔衬衫，一手提着白色包包，一手护肚，笑容灿烂。2015年12月，胡杏儿与男友李承德举办婚宴。2017年5月，胡杏儿微博晒照宣布怀孕，孕中的胡杏儿仍然美美哒，满脸洋溢着即将为人母的喜悦之情。粉丝也纷纷表示：“幸福的准妈妈，气质到位，今天你最美。”7月25日晚上，胡杏儿的老公李承德在网上晒出夫妻俩的合照，照片中二人笑得非常开心幸福，胡杏儿鼻子也越来越大了。难道真的像网友留言的那样会是个男孩？李承德幸福配文道：“今晚三人的约会晚餐。”照片中准妈妈胡杏儿挽着准爸爸李承德手臂，夫妻俩笑容满面，看着非常幸福有爱。